第26题，已知元素对氧的活性大小为铝大于碳大于铁大于铜大于金，则氧化铁与哪一种物质共热最容易发生反应？要让氧化铁发生反应，它的活性要比铁大，才能够把氧化铁的氧抢过去，让它自己氧化，让氧化铁还原。所以表示铝跟碳可以跟氧化铁反应。那么活性如果越大，就会越容易发生反应，铝的活性最大，所以它最容易发生反应。因此，26题问我们说，则氧化铁与哪一种物质共热最容易发生反应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铝。